挪威妹妹好久没来我家吃饭了呀，今天她说她要来，所以我得准备几个好吃的菜呀。已经铺了好厚的雪了呀，我现在去温房看看，去把我的那些辣椒给摘了，不然到时候都冻坏了。还有一些零星的辣椒，柠檬辣椒，哎呀，都有一点被冻软了的感觉。这边还有一些。辣椒都是每年我们自己留种、自己育苗、自己种的，一颗都不想浪费的。再挤一点这个沙棘石进去，增加它的酸味。妹妹，看我谁不卖？卖，我不接。妹妹她不想入镜，她说她没洗头，怎么办？妹妹的男朋友吃东西很斯文吧？不像我老公，每次都吃的到处都是油。妹妹已经吃出经验了。螃蟹的脚盆。螃蟹的。叫什么名字？蟹腿。蟹腿。嗯。为什么腿？螃蟹脚盆。你看螃蟹脚盆。螃蟹脚盆。螃蟹。鸡脚盆，螃蟹脚盆。可以说吗？可以。这螃蟹是我们自己网的。嗯，是不是？妹妹这是跟螃蟹腿杠上了。螃蟹，蝴蝶，这是什么操作？Stack tomaten. 他写的英文。他写的那什么词儿呢？他给我解释的 stack tomaten day. 然后，我替你讲一下。呀，像不像兔子在吃草？今天的菜做多了，我们剩了好多呀。只有番茄炒蛋吃完了，然后这排骨吃了一些，这边的蟹腿全都没了，然后这个辣的菜还剩了很多，这个凉菜吃的人也很少，带一些回去，然后他明天再去上班吃。这个辣的他也要带点回去，他今天胃口不好，明天再吃。哎，多弄点啊！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要不要给你？要。那你妹妹再多弄点吧。我也要吃。要吃。就可以了，这留给你了。好，给他带三盒回去，他明天还可以吃。